哦，一个字，这有一点点难，一个字有点难。嗯，一个字，这啥？什么查啊？克啦？怎么样？简单吧？一个字，哦。鱼眼，等一下，你再说，什么啦？什么疯啦？啦！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就么是乱乱画好不好啦？哎、欸，你一开始画很，我觉得很 OK，你后来画这样，我看也看不懂。你去回想一下，我刚画了什么？哦，哎、欸，不要耍北蛮啦！傻笑啊！不要乱搞啦！看那么简单，什么雨爆电靠！冷啦？啊，就一个他一人，我开就始那画个太蛮冷抖的。了，画抖了又画疯，就想都知道是冷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换我啦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2个字。什么东西啊？王者那个答对了。是啊，你画那样看就知道什么东西啊。哦，他等下手上的东西画出来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哦，哦，你该写什么？肉？没有写的肉棒。咖第啡，一个咖，字，咖，是 什么啊？肉，第一个字应该是肉。肉，不要讲出来然后，哦。哦，肉，肉，屁嘞！我跟你讲，这边很臭，放屁臭是你放屁臭，好不好？再打出来。放屁的话，我会画一个这个，好不好？它分解他是什是么？吗？他是什么动作啊？肉，看这什么鬼啦？肉肉桂，桂，看起来很像坐着，好不好？他们叫明天跪着，他们叫坐着。妈的，什么？几个字？几个哎、欸，这很难哦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2个字。2个字。但是我觉得我怎么画都不会像。这三角奶头哦，这是三角靠小巧的鼻乳子啊，晕哦，什么东西啦？哦，哎，不是光碟，不是，哦，厉哦，害哦！哇，干，厉这样你害都行吧？哦，唱真的有这东西哦，真的有这东西哦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哎。哎，你哦，想要碟盘，我还硬碟嘞。跟颜色有关吗？没有关系啊，那个颜色完全不知道在冲啥笑，颜色完全不知道什么鬼。等下，这个东西不是光碟什么啊？哦，GG 喽，两位，光盘啊，我那个那是光啊，光盘。哦，这个哎，为什么每一次都那么简单呢、啊？几个字啊？这是什么？一个字。一个字啊、简单的，错字，简单的很，敢风速狗，也蛮像风速狗的，哦，我这个很难哦，一个字哦，我跟你讲很难哦，它是一个字小。小小毛，小毛，啥小啊？哦，我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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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靠背哦，
干我最后怎样啦？写小毛出来就最大提示了、喔。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哦，哦，不是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哇！什么东西啊？哇！跟神一样。哦。都画出来了，你不知道。嗯，小学没读好是不是？几个字？很难。几个字？两个字。怎么每个都用圆圈开头，看得很不爽、欸、什么东西、啊？公公哦、啊，太监。哦。等一下，不是我，等一下，我们要等到您画完，让您画的东西一半是看不出来的。在干嘛？怎么啦？那叫什么东西啊？哦哦哦哦哦！有没有？你应该要画他鼻子，你一画他鼻子，立刻猜出来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哦，这个又超简单，我也不用打了，不用打了，好不好？一个字啊、哦。嗯，自己看就知道了。哦，靠背哦，还打错字，蝙蝠，闭嘴啊！最后一名的蝙蝠。哦，好，就这样，傻小啊！哎、欸，其实你画的很到位。哇！哦，那什么樱桃小丸子？哦，靠背哦，那么简单。你们可不可以让我一下啦？欸、要最后一名几次啊？你、欸、最后一名的啦。欸、这个很难呢、欸，这个很难呢、欸。我跳过好了。好，两个不用跳，欸、跳跳不用跳，你瞧不起我是不是啊？欸、真的蛮瞧不起你、欸，我真的蛮瞧不起你、欸，你连八七都不到哎、欸。这是什么啊？你、欸、不要太久了，会过、喔。哇，啊、我过啊！啊，你不是不跳哈、啊？我过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刚刚那个真的是欺负我们是不是啊？是，那个是蔡英文出来，蔡英文都不会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也很这么难，这个也很简单，好不好？什么啦？超简单。什么啊？你在干嘛？哦。简单的钥匙，超简单的，什么啊？是哦，这个低头低那都会晓，这超简单的好不好？三个字，三个字。亮零，完了，亮零完了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啊，哦，啊，重点是为什么是接人呐、啊？什么接球啦？接球啦？那是箭头啦，哦，哦，啊，箭头，接人。切小笑，安静！我这个超难哦。这种六个字，六个字，屁嘞、哦！六个字太扯了啦。八芝麻鸡蛋糕，三十六把刀，七百马带把刀，这进城门的花一招。什么东西啦？这个什么啊？飞机哦。六个字，是这样。六个字，六个字太扯了吧？什么东西有造飞机？造飞机，啊、飛靠呀！造飞机，啊，飞机就飞机呢？怎么会有六个字？看很高，跟你讲，科技科技好不好？科技日益发达，科技日益发达。战斗机哦，隐形战斗机那才五个字，最后两个字是飞机。重点在这里。什么飞机？重点在这里。哦，哦，对了，这两个是飞机，你还叫无人战斗机？飞机机无人驾驶，无人驾驶飞机靠背哦。猫的，你靠腰个屁哦！你都有答出题目来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靠腰，王子还没讲话。我听错，哎、欸，又骂错人了。两个字哦，两个字哦。
欸，黄子仁又第一名了啦。不行，我要用我用尽我所有智慧，我要。你也不会得第三名啊，你那么低分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什么啊？这什么啊？哦，猜到了，猜到了啊，好不好？两个字，简单、啊、一次就中啦，连打都不用打，龙头嘞，两次就中，还飞龙在天的龙头，水头，什么啦？你不要再把它当成水龙头了，好不好？它是一个、哦，它下面都放桌子了。酱油，它算是比较古老的东西，比较古老的，比较古老的，对，比较古老的。现在还是有在用，现在还有，现在还是有在用，比较少见。哇，裁缝锤，又跟刚刚一样靠呗。哦，很烦呢、欸。